心是一种态度，亦是一种坚持。今次有广告的意念呢，我们有个 topic 就叫 Odyssey of Time。 我们是营造了一个时光入面 travel 的环境，我们的男女主角在入面相遇的一个概念。我们全个广告都会用 high speed 去拍，在各方面都要配合得很好，所以我们做的事情要细致更加多。用心去做好每件事，是因为尊重。尊重客户，尊重自己，才会投入最多，做出最好。无论广告抑或产品，只要有这份心，对方都会感受到。